因缘复兴乡公所将要兴建全新的大楼，所以就用在乡公所听写的复兴户政事务所、甲复兴分驻所拢爱刷位。即马是刷到离原来所在大约700公尺的宝城营地厂房，民众若是有业务需求，爱注意唔通走唔对所在。复兴户政所甲复兴分驻所即马开始已经搬到离原来所在大约700公尺的宝城营地厂房办公。因为复兴乡公所是危楼，乡公所规划兴建全新的大楼，并且规划在今年底要拆除旧的厅舍，因此就用在乡公所厅舍的复兴户政所和复兴分驻所是提早来刷位。我们鹿港分局福兴分驻所已经正式从彰鹿路七段489号搬迁至彰鹿路七段245号，然后我们警方这边只有变更驻地，但服务内容及我们的服务专线一样都是没有变的。然后希望福兴乡及那个彰化县的一些乡亲需要我们警方做服务的，一样都可以到我们派出所来，我们都会竭诚为大家服务。除了复兴户政所和分驻所以外，复兴乡公所已经在今年中秋节过了后，也会暂时搬过来做伙办公，一直到新大楼兴建完成了后，再搬回去。新中华新闻蔡良谦复兴采访报道。